前，搜狐视频在首都机场巧遇与助理一起回京的周冬雨，戴起墨镜遮脸的她不但显得成熟许多，还更增加了不少腥味儿。当天，周冬雨身穿一件透视长衫，内搭白色印花 T 恤，下面搭一条黑白相间的高腰短裤，露出白皙美腿。走出闸口后，只见两名助理一前一后推着行李箱，贴身跟随着周冬雨，而周冬雨则十分悠闲地拿着手机边走边聊语音。虽然当天周冬雨完全素颜，但梳着一个简单的马尾，戴着墨镜遮脸的她看上去却显得成熟不少，低调的装扮更显欣慰。慢慢的老去，看着等待发芽的山楂枝，算来春天微微有些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